有人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点赞但粉丝却少得可怜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正常的，菜刀并不是能歌善舞的戏子，搞不出那么多的花样，无非就是切切菜，守好自己的本职而已，有人欣赏就足够了，并不能指望别人还期待着菜刀可以进化成神兵利器来出个下集，对吧？我是一条酸菜鱼，又酸又菜又多余，我是一只黄焖鸡。